Louis draw for me a flower for my mom, yellow like the sun, a very special one. And a butterfly, or a big lion, or what about a truck? I can draw a line, a circle or a square. It will be divine, we'll travel everywhere when we begin.快到了，每一年我都会请一位小精灵帮我分发圣诞礼物。今年轮到我了。而今年我已经选择了汤姆。哦。哦。哦。嘿，路易，我们给圣诞老人留点食物怎么样？啊，一个大蛋糕。哦，两个大蛋糕，嘿嘿，或者三个。我想圣诞老人可能没时间吃光那些蛋糕油壳，他得送很多礼物出去的。对，不过他也许想吃点零食呢，谁知道。三个蛋糕可不是零食，而是一顿大餐。哦，如果我们给一些长着羽毛的朋友们送去食物，他们一定会很开心。哦，给小鸟们的食物。嗯哼，这么冷的天他们会挨饿的。等等我，路易，我来啦。小鸟们，小鸟们，我给你们带了东西来。好了，这块牛油足够小鸟们吃的了。你好，小鸟，圣诞快乐！圣诞节？哦不，不要过圣诞节！啊，路易，叔叔会说话，我们快跑吧，快点！啊，路易。你好，不要害怕，我叫路易，这是我的朋友尤可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汤姆，我是小精灵，我是圣诞老人的一只小精灵。哇，圣诞老人的一只小精灵，真的吗？是的。不过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这是今年圣诞老人选择我帮他分发所有礼物哦。可是被圣诞老人选中是很荣幸的事才对啊。我帮不了圣诞老人，我有恐高症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无法爬上圣诞老人的雪橇，我不能从一个屋顶飞到另一个屋顶，我怕高。我不敢往下看，我害怕掉下去啊！我真差劲。哦，太糟糕了！如果圣诞老人没有帮手，他就永远没法送所有的礼物了。你说的对，尤可，汤姆，我和尤可会帮你克服恐高症的。
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！不不，哎呀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，巴纳比？你在跳绳吗，圣诞老人？跳绳？哦，不不不不，我只是轻松跳一跳。我在健身，为了保持身材。你知道，因为圣诞节就快到了，我必须身体健康健壮，才能从一个烟囱跳到另一个烟囱，再跳到另一个。哦，你找我有事吗，巴纳比？是汤姆，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哦，对，不过我能理解，帮助圣诞老人责任重大。也许小汤姆承受不了压力，你需要，更合格、更可靠的小精灵。我恰好在。平安夜有什么安排呀？我很欣赏你的奉献精神，巴纳比。哦，谢谢圣诞老人。哦，不过我很信任汤姆，我肯定他会回来的，而且会是平安夜最称职的助手。你确定吗？因为我非常感谢巴纳比。那么告诉我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作坊里帮助其他小精灵为圣诞节组装玩具吗？对对，可是我很好，好好工作吧，巴纳比。当当当当。我想到了，你们看着，要想帮助汤姆克服恐高症。我要画一头驯鹿。一头驯鹿？为什么画驯鹿呢？圣诞老人的驯鹿可以帮助汤姆慢慢适应空中飞行的感觉。我不确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主意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好吧，我先画他的脑袋，凸出来一块，然后我画一个圆做嘴巴，在圆里再画一条线做嘴巴，画两个点做鼻孔，最后再画上两只尖尖的耳朵。我来画眼睛。好啦，现在我继续画一条线代表后背，像这样，再画一条小尾巴，然后往下画，画两条后腿，就像这样，再画一条线代表肚皮，现在画两条前腿，然后画四条短线做蹄子，最后画出脖子与口鼻部相连。不过他的脑袋上缺了一样东西，毛线帽。不，不是帽子，他不是小精灵。驯鹿的脑袋上应该有很大的鹿角。鹿角什么样子？就像小树枝，不过驯鹿的鹿角很结实。这样吗？很棒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可以涂上颜色了。你好，我是路易，他们是我的朋友汤姆和尤可。你们好，我叫我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利奥波德。你们好，我是利奥波德。你好，利奥波德。告诉我，利奥波德，你愿意帮助汤姆克服恐高症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很乐意帮忙。不过我要怎么帮忙呢？很简单，汤姆爬上你的背，然后你再慢慢地飞起来。飞起来？哦，你说我会飞？是啊，所有圣诞老人的驯鹿都会飞。哦，我是圣诞老人的驯鹿。当然了。你确定吗？我觉得利奥波德的记忆力好像不太好啊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能跪下吗，利奥波德？你脖子上戴着这个铃铛，你便会记得你是圣诞老人的驯鹿。对。圣诞老人，我是圣诞老人的一头驯鹿，真棒，我会飞了。圣诞回来了。
我飞到云里了。你好，你好吗？我的脖子上为什么带着铃铛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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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实在是太高兴了。来吧，汤姆，爬到我的背上。实在太高了。利奥波德还没起飞呢，汤姆，飞吧，利奥波德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的，这样没有用的。他叼走了我的帽子，我们去抓他，快点。快点，利奥波德，加油，你能行的，你能行的，快点。是的，很漂亮，天空晴朗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飞起来了，我在飞，我不怕高了，我没有恐高症了。谢谢。糟了，等，我得赶紧回到圣诞老人的作坊。哦，圣诞老人的作坊。忘记了，下去吧，利奥波德。哦，这样没有用的。不，天啊，我真羞愧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无法在平安夜帮助圣诞老人了，因为我怕黑。哦，不是吧？我可以在天空中转圈，也许那样能治好你害怕黑暗的毛病。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利奥波德。我有主意了，我来画一只萤火虫。萤火虫？是的，陪着汤姆前往世界各地的萤火虫。他只要把萤火虫塞进他的口袋里，天黑时便取出萤火虫照亮道路。那样你就不害怕黑暗了。要画萤火虫，首先要画它的圆脑袋。我在里面再画一个圆做鼻子，画两个小点做眼睛，画一条线做它的嘴巴，在头上画两条弧线做触角，像这样。然后我在下面画一个椭圆形做它的身体，再画上三条短线。现在我们需要画出它的翅膀。路易，可以让我画翅膀吗？当然可以。就这样画翅膀，很简单。画好了，我画四条短线做它的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现在我们只要涂上颜色就可以。你也来画，汤姆给你。你好，我是路易。他们是我的朋友汤姆、利奥波特和尤可。你的生命之光比流星还要明亮，比耀眼的阳光还要猛烈。我是最明亮、最闪亮、史上最灿烂的露西安。最明亮的露西安。露西安，你能帮助汤姆克服他对黑暗的恐惧吗？
啊哈，当然可以。闪亮的卢锡安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，无论卢锡安去哪里，他都会照亮阴影，黑暗会淡去。不过啊，现在是白天，我该休息了。我认为卢锡安已经睡着了。没错，白天最明亮的卢锡安得睡觉。我们不是有地方要去吗？你们好，朋友们。什么事啊？我来介绍路易和尤可。你好，路易。你好，尤可。你们好。哦，尤可，如果想的话，你可以四处转转。是吗？真的？嗯哼。真不错的礼物。看看这个玩具，路易。应该轮到我。你为什么把礼物放在地上？把玩具放在地上？什么玩具？糟了，真是个大灾难！盒子是空的，我一直在包装空盒子。哦不，这是大灾难！没关系的，我们还有时间，只要把礼物放进盒子里就行了。说得对，真棒，真是好主意啊！很简单，大家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哦，很漂亮的雪橇。你们要去哪里？你觉得呢？去哪里呢？圣诞老人一发出信号，我们就起飞。哦，对，当然了，圣诞老人，什么信号？吼吼吼！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我想弥补之前犯的错。没问题，那你随便来吧。好的。说什么？吼吼吼！吼吼吼！刚才是不是发生了奇怪的事？吼吼！你们做得很好，来尝尝看，告诉我味道好不好？汤姆，我亲爱的助手，你能帮忙切蛋糕吗？朋友们，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但是我忘记了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是啊，对了，对，那个雪橇玩具，他们起飞了，是真的，相信我。巴纳比发出吼吼吼的声音，摔倒了，然后雪橇就飞起来了，就这样，雪橇飞起来了。哦，糟了！哦，糟了！我去吧。我去追回巴纳比、雪橇和玩具。我们可以去。不！停下来！停下来！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们找不到他的。当黑暗笼罩森林，世间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。我在说什么？不是一丝希望，不是烟火，是闪电。我是卢锡安，我来照亮前路。在那里，那里，我看见了。你还好吗，巴纳比？线路没有受伤，玩具没有坏，不过雪橇坏掉了。全都是我的错，孩子们得不到圣诞礼物了。我们会想出办法的。路易，你能给我们画一辆新的雪橇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汤姆。要画雪橇，首先要画座椅，画一条线，就像一个大碗，像这样，在上面画一个半圆，
再在上面画一个半圆方口，然后再画雪橇的滑板，画一条长长的直线，尾端往上翘，然后再往回画，像这样。接下来画四条直线，将雪橇座椅与滑板相连。现在只要涂上颜色。轮到你了，巴纳比。啊，汤姆，汤姆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我明白你为什么被选中了，你是历年来圣诞老人最出色的助手。谢谢朋友们，圣诞快乐。这些是圣诞老人特地送给你们的礼物。哇！哦，妙波灯也在。没错，我不能待很长时间，因为孩子们在等我，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再见。我们也不会忘记你的。晚安了，朋友们。呼呼呼。我们现在打开那些礼物吧，尤克。哎呀！